灾扑救以及很多紧急救援的工作环境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消防战士配备最可靠、最值得信赖的防护装备，以确保他们在保护其生命财产的同时，又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在每一次救援行动中都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因为我们救援行动的环境总是高温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涉及易燃易爆的化学品，所以我们希望防护服不仅有非常可靠的阻燃、隔热和防化性能，同时穿着轻便、舒适、易操作，从而可以帮助我们出色地完成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各项任务。目前的消防和应急救援个人防护装备正朝着轻量化以及防护功能多重化的方向发展。杜邦作为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企业，在个人防护装备领域有着深厚的底蕴以及技术储备，一直致力于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今天的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面临更多的潜在风险，杜邦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我们的救人英雄提供最可靠的个人防护装备。